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说绝对值等于九的数为 哪些数啦？我们知道绝对值它的意思就是说跟原点的距离，跟原点的距离等于九的数有哪些数？有九嘛？它跟什么？跟负九。负九跟原点的距离也是九，所以两个数负九啊跟九，这两个数的绝对值都是什么呢？都是呢等于九了，就是说，就是这个等于九嘛，所以 x 的话哈、等于呢正负九了，正九或负九这两个数，它的绝对值都是等于九。